超高人气图文创作者绝绝。现在香港年轻人也疯大楼内的室内滑雪场、水足球桌上冰壶。想知道绝绝的香港三天自由行，住的酒店都位在港铁站附近，方便旅客购物美食。香港旅游发展局台湾处长徐维尼强调，在旅展香港馆现场购买旅游产品，加码三重送，既有一香港4G SIM 卡通话上网，二泰兴餐券，三万用旅行袋赠品，总价值超过1000元。其实如果旅展期间有在香港馆遇到徐处长，也不要忘了请教他的香港心头好，从景点、时尚到美食，他都如数家珍，值得挖宝哦。香港旅游发展局台湾处长徐维尼强调，在旅展香港馆现场购买旅游产品，加码三重送。记者周信瑞社。